三十周年，我觉得对我来讲，一方面是个巨大的荣耀啊、荣幸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会也更试图去让它平常化。我觉得三十年来都是靠我们整个团队的努力，我结识了、认识了、合作了这么多的优秀的演员、艺术家、设计师、合作，才能够有我们表演工作坊的任何一个作品的任何的成就。制作团队所有的辛劳，对我来讲，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持续的努力。所以不是说我们到了三十周年我们不应该自豪，我们应该自豪，但是我们更应该就想，其实就是我们每天都在工作，每天都在做这些事情啊，这么来了一个小里程碑啊，我们应该很开心啊，但是我们不要过于执着。